没拿，你赶紧躲起来。那我为什么要躲起来？别过来，赶紧藏身，不能让他看到，赶紧藏身。我为什么不能让他看到？哎呀，这里太危险了，这边，他是这里没安全。我们又没做什么。找什么事吧？嗨，早上好，我哥在你这儿吗？你哥怎么可能在我这儿吗？这个娃娃不错呀。你喜欢你拿走。卧室也有很多娃娃吧？我去看看啊。卧室，喜欢什么拿什么。哎呦，小七，我突然肚子好痛啊。借卫生间用一下。啊，不行，我肚子不行，我有洁癖，我憋不住了。你家里的隔壁，你去你家上洗手间。不行。哎呦，我肚子突然不痛了，我回家了。哎，对了，嫂子。如果你看到我哥，就跟他说我爸妈出门去了。如果他要回家换衣服呢，我就假装看不见。什么嫂子，你哥不是季总，他怎么可能在我这？我都说了，你放心，我是不会说出去的。拜。出来了。他没看见你吧？应该没看见。不能小心点吗，宋元气，你到底怎么回事啊？还好没事。刚刚叫我什么？宋元七啊。怎么，你不叫宋元七啊？宋元八、宋元九。刚刚在那儿没说我的话是什么？我说。我不是这个世界的技术，而是跟你一样，是现实世界的技术。我不是跟你说，我哥喜欢成熟温柔的。你在干嘛？技术呢？在呢。技术呢？让他出来给我做饭。听到了，做饭去。你这是干嘛？不是你谁呀？你们谁啊？小七，这是我妈，这是我爸。你爸妈呀？我还以为你跟季叔是同父同母亲兄妹，不然呢？叔叔阿姨好，那个今天不方便，我改天再来。不对，如果季叔父母讨厌我了，那他岂不是更容易放弃我了？既然来都来了，那就留下来吃个饭再走吧。哎，好的，技术哥哥。技术哥哥，吃饭之前，我这个小甜心要提醒你，你答应我的那些别墅可千万不能忘了哦。当然，我觉得上百万也配不上你对我的爱。那你觉得多少能够体现出来？啊，大哥，你怎么还顺杆爬呢？难道不是应该说你这个拜金女别再来找我的话吗？一千万，五百，可以，可以，谢总，这是五百万了，没问题，只要你开心就行。我的天，五百万的真爱，我能留在这个世界和男二在一起吗？你想得美啊！
七叔哥哥，你可是为别人一掷千金的，怎么连区区500万你都不舍得？你还要送我10亿豪宅呢？什么？10亿豪宅？七叔，你怎么会喜欢这种人？我不同意你们俩在一起。你现在越来越没有分寸了。你说你怎么会招惹这种女人呢？来了来了，剧本终于走上正轨了。哎，钱都没拿呢，就准备走了？你就要气死我呀！季叔，听你爸的话，赶紧跟他分手。叔叔阿姨，我们是真爱，你们怎么能因为身份悬殊就拆散我们呢？我不同意你俩在一起。你要钱是吧？我可以给你。叔叔，我不想离开他。你要是想拆散我的话，我就得做得绝一点。我就。哎，我就死给你们看！我够疯狂了吧？精神不正常的人一定不能留。